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一集我已经教过你们怎样下载 Photoshop， 并且把它安装到电脑上。今次我会教你一些 Photoshop 的基本的操作。因为我们在学抠图之前，必须懂得一点简单的操作技巧。例如，工具的应用、颜色的选择、文件的保全等等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学习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开启 Photoshop 这个应用软件。你可以在 Creative Cloud 打开它，或者直接在 Windows 菜单上点击。我把它打开至全屏幕。让我们先打开一个新的文件档，点击文件，选择并点击新建，随便选一张适合大小的底面尺寸，点击创建。这相等于我们找一张大小尺寸的白纸来画图，拖动周边的水平和垂直滑条，可以把整张图画或背景向水平或上下方向移动。你可以画一些东西上去，点击画笔工具，在背景上随意画一些线条或形状。你可以用画笔来填满它。画笔的粗幼可以在这里更改的。另一个是铅笔工具，是用来绘制硬边缘画笔描边。铅笔的粗幼也是可以在这里改的。这个工具叫实色器，你可以用它来转换颜色，在这里选好你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按确定，就会画出你需要的颜色。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选框工具来划定需要处理的领域，例如选定这部分的线条，在键盘上按 Delete 键把它删除。此外，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擦皮工具，把不想要的部分擦掉。擦皮的大小也是在这里更改。我现在要选另外一种颜色。画一个苹果。右击油漆桶工具，用这个工具瞬间把整个苹果填满颜色。再示范一次，右击椭圆选框工具，在背景上选一个椭圆区域，点击油漆桶工具，把椭圆区域填满。现在我要复制一个苹果，右击选矩形选框工具，设定复制苹果的范围，在编辑菜单上选取拷贝，再找一个地方，在菜单上选取粘贴，苹果就会被复制出来。如果你要在背景上打字，右击横排文字工具，打一些文字上去。你可以在这里调整文字的大小，也可以用实色器改变它的颜色。
或者右击选取直排文字工具。把字体从垂直方向打出来。另外，这个抓手工具可以把整张背景图向任何方向移动。而这个工具是可以把你所选的区域范围放大。矩形选框的范围选得太少了，所以只看到一片空白。你可以把要复制的范围设大一点。如果要放大整张背景图，可以按住 Ctrl 加加。相反，如果你要把整张背景图缩小，就按住 Ctrl 减减。下一个要教你的就是裁剪功能。选出你要裁剪的区域，在编辑菜单里选取并点击剪裁，它就会在背景图上剪出一个空空的四方洞，就好像你在一张图纸上剪了一个洞。如果你要还原，可以在键盘上按住 Ctrl Z。如果你不清楚那些功能怎样用，你可以在帮助菜单里寻找。这里有一些教程教你怎么用。你也可以依照它的指示，一步一步去实习。另外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图层。刚才我所画的是一张背景图，也就是一张最底的图层。在 Photoshop 里可以有不同的图层。就以这张图片为例子，表面看上去它是一张图片，其实它是由几个不同的图层组成的。我们可以依照它的指示，把某些图层关掉。我将会在下一个视频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图层在抠图上这么重要。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好了，有关绘画的东西就学到这里为止。现在从文件菜单上打开另一个文件档。点击这个工具。先把它放大。我约略地介绍一下整个 Photoshop 的面板。左手边是一些很重要的工具，主要是用来绘画、选框、打文字、变换颜色等等。上面的菜单包含各式各样的功能，不可能每样功能都学得懂。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，懂一点点就够了。右边除了有一些功能之外，还显示了一些状况，例如图层的状况显示，也包括了一些历史记录，你之前做过些什么，譬如说打开过文件档，用铅笔画东西。用擦皮擦掉东西等。它都会一一显示出来。我现在用的是 Photoshop CC 2021最新版本。它加了一些更加人性化的功能。例如你在选取工具的时候，大部分各工具都有动画显示，示范给你看怎样用它。如果你还是看不明白，可以点击右下方的了解详情，它有很详细的解释，使你更加清楚。除此之外， Photoshop 是可以同时打开很多个不同的文件档。
你随时都可以在这里切换到不同的档案。现在我再教你一些其他功能，抠图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。先打开这个文件档，我们要选取这个小孩子的图像，右击选取快速选择工具，加号表示从里面推向外面。工具的大小可以在这里变换。继续从里面推向外面。动作要慢和仔细。好了，有部分范围推过头了。我们在上面这里切换去减号。减号表示从外面推向里面。沿着它的虚线从外面边推向里面。这样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再弄完美一点，切换回去加号，向外选取他的头发，尽量弄得精致一点。人像已经选好了，现在我要把人像删掉，可是你看到这张图层是被锁住的，不能就这样删除。所以必须先在这里点击并解锁，然后在键盘按 Delete 键，人像就会被删除。如果你要还原，可以在键盘上按住 Ctrl Z。现在我要反过来，把它的背景删除。那你就在它的选区范围右击并选取选择反向，整个背景就会被选取。删除之前要把它解锁，然后在键盘上按 Delete 键，整个背景就会被删除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更换它的背景，点击实色器。选择其中一种颜色，按确定，然后选取油漆桶工具，在选区范围内点击，整个背景就被更换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把其他图片的风景拷贝过来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怎样去修补颜色。修补皮肤的颜色在抠图上是相当重要的。我可以把这个小孩子的皮肤变得更白或更黑。你看到这个动画就知道这个工具用来做什么了。是把狗狗的毛色调亮一点。你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把它的肤色变浅一点。右击这里选取减淡工具。在选区范围内均匀地扫描它的皮肤，你可以看到扫描过的地方会变得更浅。相反来说，你也可以把它的皮肤变得更黑，
右击选取加深工具。在他的皮肤上再扫描一遍，他的肤色会变得更黑。要注意，不要扫到他的眼睛，否则眼睛的颜色也会变深的。扫出来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，照片上有些地方受到光线亮度的影响，即使素描过也是不会变黑的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肤色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别的颜色。譬如说，我只改它的面部和颈部的肤色。右击选取快速选择工具。选取它的面部颈部范围。然后点击实色器。选取你所要的颜色。按确定。在选区范围内扫描一遍。它就会变成你所要的颜色。是不是很神奇？还有最后一样东西。刚才我教过你按住 Ctrl 减减，把整张图片缩小，或者按住 Ctrl 加加，把整张图片放大。这种方法是一级一级的放大或缩小。这种方法在抠图上并不很方便。抠图的时候经常需要放大或缩小图片做修改。一级一级的放大或缩小并不太合适。我教你另外一种更方便的方法。可以连续的放大或缩小。按住 Ctrl 加滑鼠滚轮。只要前后转动滑鼠中间的滚轮。图片就会连续的放大或缩小。非常方便。各位朋友，今次所介绍的都是一些基本的 Photoshop 操作，既简单又实用。学会这些基本操作，你在抠图的时候一定能够应付自如。下一个视频我将会讲解一些抠图要领和技巧，到时候再与你们相见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，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，顺便留言，帮我订阅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叮当，以及把视频分享出去。谢谢大家。再见。